说什么版本？慢慢能给打。马掌上阿乐阿罗巴子拉做给打，就做这个木是二五个耍，耍阿奈马古亚巴尼干那巴尼亚那尼亚奈那马下，新蒙木乌鲁鲁得给打不会耍老宝，马西尼埃西那台湾耍原住民埃西不都给叫呀，马那是乌那二十六万兆。 那个说埃西马蒂巴劳保呀，因马面那十六万五千兆，马那是乌那巴九万五千兆，够马蒂巴刷保险一刷。伊嘛，那我呢木是瓦格鲁呀，阿吉哈保险。原来伊是乌那立法委员给所内那沃拉劳动部长许明春。 劳动部当那沃拉部长许明春，那3月26号，穆扎尼莫格萨那立法院当那卫环委员会，迭多么多多罗咖喱马达给说你恩，马里比比宁咖喱不会说迭立法计划，马该最低工资法、中高龄就业专法，乌那把派遣劳工保护法制马达职灾保险单独法噶往往，乌那立委马噶是。 所以说，原民当那劳保干呢，抓噶走啊，嘛达嘛能够白说投保薪资，嘛达典型劳动比率，那个一多么啰说，木是法个了，嘛哩比比宁咖哩，达不勒咖啦阿拜咋，农渔民补助保费，莫法刚刚原住民当那劳工木拉呢一样。那希望比照渔民和农民分别由政府补助保费。 听清楚，补助保费百分之比照他们80%跟70%，我现在强调是他们补助的部分啦，不是我们没有那么高。那么对于这个原住民劳工朋友，可以给予这个部分的保费补贴哈。这个您以及这个小英总统对于这个弱势原住民劳工保护的施政理念，阿拜扎西尼布拉不会说原民当那职业灾害。 那一零五在哪哪该多么多做百分之7.91，那该不会说直灾当那马巴族万多个，乌那44.82个莫瓦万多个，乌那立为给说你那原民会，不会说劳保补助要点，马个哪么做马西尼？原民会这个很快的把这个要点定出来，然后经费。 劳动部愿意来这个编列这个预算，但是送到行政院，因为一直都没有合这个要点。针对什么叫弱势，什么叫无力负担的原民，有一些条件标准。那这个原民会提了条件呢？原民会提了40万以下的作为一个条件，你们可以支持吗？你们有支持吗？你们反对对不对？没有，我们没有反对，我们是。你们的意见是什么？ 我们支持原民会提的这个条件标准。马卡西劳动部不会说补助要点，乌那原住民刚拿到了某瓦保险费，不会说一些得把家里把这不支本额马咖哩咖哩，那个得家里给把的是木兰，把你多么多多路咖哩。